在这座城市打拼了六年，我终于有了自己按揭的小窝。妈，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这儿都安顿好了。你跟爸爸什么时候来玩啊？车水马龙，灯火璀璨，生活的改变历历在目。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，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半小时生活圈。长江第一隧，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 shopping mall。 以前老妈常提醒我出门别忘带卡带钱包，现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。过去公司的老外同事遇见我总说 hello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问候改了。吃了吗？嗯，也是热干面。嗯，拜拜。楼下的绿道结束了以往脏乱嘈杂的烦躁，有空的时候我总会去骑上几公里。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，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。买买买的念头可以轻松变成现实。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，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铁道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我一直相信，我有多努力，祖国就有多强大，生活就有多幸福。为了更美好的明天，让我们一起加油。